今天小新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时候经常玩的一个玩具，这是什么呢？哎，就是这个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做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做好了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待会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玩的。子弹就从这个口这里放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搬下来。好，搬下来以后呢，然后我们再对准某个地方，然后准备发射。哎，看到了吧？就这样打出去了。就是这么玩的。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太小了呢？现在我给大家变一个大一点的菠萝蜜。哎，是不是觉得这个更大更好玩了呢？其实我长这么大20多年以来，我还不知道还这个玩意还有一个高级版的。如果不是我老爸做，可能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失传了。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玩。首先呢要上膛，然后把子弹放进去，好，现在我们要准备发射了，威力还是蛮大的吧。这个设计呢，它有两个档位，这个档位呢是威力稍微小一点，然后还有个档位呢，这个就是威力更猛一点，就是这个档位了。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好玩呢？